但是愿神使用美国创世电视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透过这样一个节目能够改变人心，使神的国度在全世界扩展。能够将福音带到去屋企，是创世电视过去十多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我看到这十多年当中，就是创世电视是愿意真的摆上很多的资源，也都是透过我们的参与能够可以去聆听到福音。所以往后日子当中，让我们继续去支持创世电视，也都让我们能够每个人安在家中都能够聆听福音，是得着上帝的教导和指引，也都让我们的生命得以经历到上帝的丰盛。